姐。那今天我们要玩真故事大赛。对。那首先呢，我们需要通过枕头大战的方式呢，来决定输赢。赢的组可以先抽题目哦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分组。好，我作为今天活动的裁判，我不参与你们喽。好，我们四个来分吧。来吧，手心手背，手背。哇，这个好疼的！开始我们的枕头大战吧。这个呢，我们天天是攻击。没关系，我不用你保护。大姐姐，我们加油！你们一定要使出全力。你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。我们准备好了，你不动，来吧。敌不动，我动。我动，嘿，哎呀，嘿，哎呀，我有个策略。现在真真的大象鼻子转三圈。我是觉得这个 B 组的题我挺感兴趣，谁是 B 组啊？我。
下来是我们的表演时间，好吗？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回来。首先呢，开始吧。我们也是评委。好，天天你来辅助我。好，前面的。嗯，好。好。从前有一只小猴子，把小猴子的名字就换成天天了。我就是那只小猴子。有一次。小猴子看见了天天小猴子考了100分，嗯，我考了100分，天天小猴子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，我考了100分，我怎么考了100分？但是豆子小猴子就有点不开心，于是他就回家了，问他的妈妈，妈妈，我怎么没有考100分？我太想考100分了。妈妈告诉豆子小猴子说。你只要吃鱼就可以考100分了，是吗？于是豆子小朋友就吃了鱼，结果还是没有考100分。妈妈，豆子小朋友生气的看见妈妈桌子上有一颗药丸，于是，一闭眼睛，你看，哇，怎么满天都是100分？一睁眼就是100分，我终于考了100分了。其实这只是豆子小朋友的一个梦，对，豆子小朋友还是0分，还是追不上天天姐姐的100分。对，我们的故事讲完了。哇，我天天姐姐故事里是个学霸，天天居然能考100分。不是，我以为这个是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以为这个是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没有想到吧，这就是出其不意的地方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出乎意料，出其什么智胜。神奇的爱情故事，故事是这样的，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里，可爱的淘淘和韩国王终于结婚了。结完婚，他们开开心心的回家，回家的路上被雷劈了。我们好崩溃，猴子妈妈也崩溃了。爸爸，妈妈，你们怎么崩溃了？我们的故事结束了。之后，我其实对第一组更加充满了兴趣。那么，因为第一组请了外援，所以我对他们组会格外的要求高一点。对，所以从故事的情节性我来判定，第二组一共有5分。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这5分是高还是低呀？满分是多少分？我们先满分是10分。那他们呢？我们第一组我要给9分。停！为什么给我们9分？停！为什么停？停！我要扣分。先给完，然后再扣。因为你们刚刚那个道具，我刚刚捡到了一个橘子皮，破坏环境卫生，扣1分。啊，姑姑姐姐，橘子瓤给你放桌上了，等着你吃呢。对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打的请了外援，这个外援戏剧性，你不怎么好啊？行。
站好站好，给你们扣个0.5分吧。0.5分，你让他再给我们0.5分，我。接下来没有什么要扣分的地方了。然后我要提出表扬的就是你们特别重视，所以准备了很多道具，有点疼。对，我们特别重视这个表演，加1分。毕竟我们是专业的演员。8.5分，为什么我们还有加分项也没有扣分项呢？点评，你们加分项扣分项完全抵消了，就是天天姐姐考100分，然后豆子姐姐考0分，这个我，你是我亲娘。好啊。结果就是你们是8.5分，你们是5分，有惩罚。你们虽然很开心天天，但是你们要接受惩罚。什么惩罚？我不听，豆子不看什么惩罚。我不听。因为呢，这回是一个脑力比拼，所以为了让豆子姐姐和天天姐姐有一个更好的脑力开发智力的环节，所以我们请郭郭评委给他们做一个脑部 SPA。 啊，这不是这多好吗？这不是折磨郭郭姐姐呢吗？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惩罚吧。抱紧他的小臂，不接受惩罚。其实这个是很舒服的，是不是？我先让你体验一下我的手劲。接下来呢，首先我要给他们按的就是风池穴。我能闭眼睛享受吗？来吧，果果真好。哦啊啊！最美的女孩，好，那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。最美的还好，的是两个，一个太阳穴，一个风池穴，就是对脑部开发特别好，什么对身体特别好。什么？那我多喝2罐六合合不行吗？我非得给，我多吃点脑白金，我得给你开通道路啊！完了，堵死了。不要忘记订阅新乐力玩具学校，明天见啦，拜拜。按完之后我头昏脑部，按完之后我神清气爽，是吧？